我怕我在 Fallout 4之前完成不到这个。Perhaps you 我十日之后考车，我 Fallout 出那天，要考车。我会啊，因为我其实是 Fallout 的 fans 嚟嘅。我 Fallout 沉迷的程度是当年是不下我 Dark Souls 沉迷的程度，但我觉得直播就可能会令我又是没了一点趣味咯，因为没了那种第一次啊玩的一种趣味咯。我都考虑紧咯，其实定系自己玩。Fallout 我都真系好沉迷下嘅，即系一六日咧就啊，我应该会拣电脑版，因为因为以我的印象告诉我知咧，console 版的 loading time 是好乸长，是好乸长，好乸长，长到是咩地步呢？但我又怕，因为我而家 SSD 又开始冇位啦，我个 hard disk。其实真的有一种绝地生存的感觉咯，我是我最喜欢Fallout 的感觉咯。你如果真的很投入的话咧，是很好玩的 Fallout。真的很害怕，同埋我會玩，我不知道直唔直播到啦。Fallout 始終都算是一啲，我想對畫面要求挺高嘅，因為咧大家知道我直播電腦版 GJ 咧係有啲難度嘅。冇啊，我又係唔係好睇啊。其实我现在我这几天都有想啊， Dark Souls 3呢，我可能我不是太想出片，我想自己玩的，一出片呢我会有点赶赶地，最后我可能不是太喜欢这个 game 搞的。喂 ，Baby John， 但系咧，其实 Baby John， 我头先嗰个 Baby John 咧系成个跳嚟讲咧系最好嘅结果嚟嘅。因为啱啱喺个膊嗰度啊，咁咧会扣少啲能源，但系我而家系。level 1啊，純粹 level 1 run 咧就冇乜影響。如果不死不火咧，一日會慳翻少少能源，係有用啲嘅。我而家 level 1就冇用啦。遲咗啦嚇，最快係會三分幾嘅，而家四分幾先到呢度。各位好 ，Sarah 好 ，Devil 好。咁呢度俾我个人嘅最速咧系慢咗少少，慢咗十秒，嗰十秒唔知喺边度嚟。系啊，可能系拣人嘅咯，整人嘅咯，慢咗。
咁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其實咧，如果以 speed run 嚟講咧，之後嗰段路咧，我咁樣碌落去咧，其實係慢過過橋嘅。但係點解我要揀呢邊咧？係因為返回骨片。得，冇啊，抄唔抄嘅？咁啊好咯，我創造嘅潮流出嚟咯。Jimmy 好，嗱呢個有啲衰衰地喺度擋住我路。咁另外要教一樣嘢 speed run 嘅嘢啦，大家可能絕對唔會留意嘅，就係咧，如果你由高處行落去咧，係會慳體力過就咁行平地嘅。所以咧，如果你睇多啲 speed runner 嘅片咧，都會發現咧，佢哋成日都會選擇由高處。即是跑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嗎？有机会我示范给大家看。这里是第一个瓶颈，超级 random 的，如果我 level 1爆机可能会死一次，视乎我那个 random 是 random 的。我呢度要买两样嘢，慢咗啦，好死咗。呢度死咗系冇紧要嘅，因为系快嘅，因为我点咗火，我会喺萤火度出翻嚟，咁总好过我要搞三只。呢度系可以死嘅，但如果不死不火，当然唔可以啦。但系咧呢度会慢啲嘅，因为你要攞翻个灵魂先可以买嘢嘛。啊、其实都不用了，买了我已经。如果我真的要悭时间，我可以等到打巨人先回来拿。但是我已经拿了。因为拿了的时候不可以跟阿婆倾偈，理论上还有你有一段少少的时间不可以去搞任何 menu 的东西。呢度都系啊！你见我会选择一拍完之后由高处到下有两样东西，一个可以。高處墮下的時候咧，只 game 係會幫你補回體力嘅，呢個係此其一啦。第二咧就可以 cancel 咗你食敵石嗰個動作。另外一樣小知識咧就係、我而家係用雙手揸左手武器嘅，呢一個咧會令到你入霧門咧會快兩至三個 frame。甚至更多嘅，因为咧，如果我用嗱呢度，我都系由高处向咧，你会发现我个系唔够体力噶落去嗰下。呢度用咗少少嘅技巧，我唔知点样解释啦。总之 cancel 咗碌嗰个系咪跳嗰个翻滚啊？喺呢度有啲失手啊！唔得啦！佢嘅左腳係個判定係好過右腳嘅，因為咧。右腳咧係可以右左右，左腳咧淨係可以左嘅啫。好贏啦我，然後即刻用返回骨片翻嚟，類似啊。總之你未喺佢嗰個碌嗰個動作出現之前，即刻撳霧門咧，你會 cancel 咗碌嗰個位嘅。我費事咧，即係嚇講多啲嘢，大家知道，等大家咧明白我點解有時候咁激氣。
楼上咧嗰只兵咧有超低机率咧系会斩人嘅，系超低机率，超低机率到咧系1%都唔知道有冇嘅。但系我遇过两次啦，已经，所以诶呢、這个体力管理好紧要啊！呢度要啱啱好入到墓门。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我嘅体力，我去到墓门之前啱啱零。可能大家平时睇唔觉得有什么出奇，但系我系好。好好咁管理到自己嘅体力嘅，咁呢度咧即刻啊，银蛇之余咧去翻，嗰、那个窿系 Dark Sign， 第一代有讲到嘅。呢度咧呢一个判定系好奇怪嘅，你要减速先至可以去到嘅。然后又是啦，直接碌后起咗营火。点解头先要返回骨片呢？就是呢度用嘅。佢有机会 one shot 我嘅，但係就或者又要睇下佢出咩招啦。有啲招我係極度之唔想佢出嘅。譬如走过嚟冲前斩我一刀嘅招呢，就係、是、最麻烦嘅。我俾佢 one shot 就会。所以呢希望唔好啦，嗱呢个佢急我，我听声都知道啦。咁之后咧，翻翻去之前嗰个萤火就去翻极地萤火，将嗰个矛锤啊，唔系首先买咗矛锤，之后将佢升到四啊。睇下绿衣姐姐嘅位置，嗱呢个位置系一个好位置，如果佢一个唔好嘅位置咧。我系变咗唔会打佢嘅，但系如果佢企咁近嘅萤火咧，我会杀咗佢嘅，因为杀咗佢咧有个羽毛啊，羽毛亦都系无限嘅反回骨片。呢度买11咧，纯粹系个 menu 揿一块嘅啫，一系揿两下就系强化。系啦，之后呢个要攞短弓，然后咧我喺呢度可以选择咧即刻杀咗阿绿衣姐姐嘅，大概要六下到咯，啊唔系两个 round 咯，我唔知道两个 round 即系大概六下到，七下 total。咁咧其实我可以攞埋个原啊，其实我攞咗原造瓶，咁跟住落嚟咧我就要买10个。因为 level 1是很少可以用到元素瓶，元素瓶对于 level 1呢其实是不是说太好的。元素瓶会令到你除非很安全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尽量不用元素瓶，元素瓶臨飲那下会停低的完全。而如果你敌人有追尾能力呢，是会直接 KO 你的。呢度买多咗，咁咧之后我就要去买买黄金虫子。黄金虫子就系、是、我其实只要用到去熔铁城就得噶啦，买个数量，但系通常都系有多买多。咁咧，如果我冇殺綠衣姐姐咧，呢度可以攞個，呢度都仲有一個反回骨片嘅。咁通常啲人咧係去到加十咧先至會殺綠衣姐姐。而家我就將嗰、那個引誘頭蓋骨咧擺咗喺 menu 度，而好讓我咧一出嚟咧就可以掟。點解我要掟咁高咧？係因為咧俾个时间嗰啲人落到地下，啲人咧其实个效果冇咗之后咧，佢仲会有一好少嘅时间咧会俾佢吸引到嘅，所以咧可以迟咗少先掟第二个。呢度咧其实个速度净系够一个嘅啫，但如果你可以拍到两个咧，你就可以悭到一两秒咯。
呢度 total 26,800 个 ，OK。之后下一个咧，我自己就唔熟嘅，系一个悭时间技巧，但系超级唔熟。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同埋都几复杂嘅，其实要你对嗰啲 dialogue， 即系嗰啲对白非常之熟悉先得。呢度咧，我就会将双词变翻做单词。原因咧，我就会一拳打落棵树度。棵树有咩用呢？系帮佢引开嗰啲透明人间。咁呢度上去咧有两样嘢攞，一个咧就系大骑士嘅知名骑士灵魂。第二咧就系、是、嗱，我呢度就话嗰个技巧。第二就系人像，人像咧就其实系一个保险嚟嘅。好啦，嚟啦，好成功，见唔见到我 cancel 咗 part 滴石嗰、那个画面啦。Farewell. May we meet again? 我一度 part 滴石，一度买嘢，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悭时间嘅一个办法嚟。然后跟住落嚟咧就系攞绿花戒指。呢度比较危险啊，最好就引咗嗰只嘅。同埋呢个系非常之 random， 要睇下佢嘅乱数系出啲咩啦。有可能咧，嗰啲人会追到你上去嘅，亦都有机会咧，佢系追唔到你上去嘅，要视乎佢嘅乱数点样安排啦，即系 RNG 嘅所谓嘅。好，非常之好，今次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要会将嗰个黄金虫枝咧摆入 menu 度啦。因为咧你如果做其他嘢嚟摆 menu 咧，系会悭时间啦，悭咗你特登入去 menu 嗰、那个，同埋你要兼顾太多嘢。咁咧，如果系所有 speed run 都系噶啦，其实悭得嗰啲相。黄金虫枝嘅时间就最好嘅。但好似话个故事唔一样啊。Dark Souls 3嗰个叫 Amber， 唔系 Humanity， 但系佢个系统差唔多嘅。我希望系嗰啲唔可以狂用嘅嘢啦，即系应该系用一次嘅。呢度咧我可以打两下嘅。之后褪后上黄金虫子，之后打尾。如果我好彩嘅话咧，佢系会猛咁出某啲尾嘅招嘅，即系呢招。好，好，好，好。嗱，佢褪後咗啦，呢、這個就係我最唔想見到嘅嘢嚟嘅，就係出魔法，因為咧出魔法係冇得攻擊嘅，你一定冇得攻擊，咁咧只能夠佢跳後係一個最唔好嘅一個一樣嘢嚟嘅，所以你見到咧嗱，佢如果唔跳後咧係最好嘅，嗱佢捐地更加唔好啦。可能改咗啩，扣少少嘅就都，都去翻背脊啦，引佢出背脊嘅招。我 RNG 都几差今次。又出咗一个好差，今次嗰个运气差到不知。第一狂跳啦，唔好捐地得噶，急系最好嘅，唔系呢只啊。
非常之差，呢个运气好差，慢咗两分钟。啊，好巧，冇乜嘢错噶咯，都慢两分钟啊呢度。即系呢一战好，其实我自己最唔熟咧，就系之后跟住落嚟嗰个法师嗰度，因为嗰个系最 random 嘅。你好，有时咧佢会好合作嘅，有时候咧好难唔合作。应该18分钟就搞掂啦，头先啦。但是奈何慢了， 我都不知道在哪裡慢了，我应该死过一次而已，暂时。跟住下来这个呢是不可以 miss 的，那隻那床。如果不是近乎是坐底五分钟的。坐底五分钟走不了，要攞这个。因为你要捞翻啊！咁呢度咧，辉迪石，我哋对回复道具咧，绝对系越多越好嘅。你咧，咁跟住落嚟又系引有头盔骨啦，又系要睇下你个乱数有几好啦。咁通常咧，嗰啲敵人唔會有問題嘅，跟住嚟。但有超低機率咧，佢哋會平排咁行咧，係擋曬路路嘅，你係逼冇得行。我有試過幾次咧，係咁樣。今次係幾好嘅，擋住冇得行咧，硬食之後褪翻後噶啦，又係會慢五六秒。有啲唔好彩啊！理论上应该不用做。跟住落嚟嗰一战咧，系我自己认为咧最难捉摸嘅时间，因为咧你有三只人嘅 random 啊，乘埋咧嗰个机率咧变得好难去捉摸。你如果打死第一只咧，就成件事会易玩好多。如果成功的话呢，可以四下打死一隻。打死一隻法师的，如果成功的话。我这里有点不好彩了。他就是那里出了个招。出了个招，我就今次基本上很难玩了。死了。很难玩了，今次是变了。好，咁样都俾我可以打多一隻，咁就易玩好多啦。但係都会慢啊。平时如果第一下攻击呢就会。喂，又係呢啲咁样判定。头先都係啊，差啲死啊！走，得七七八八啦。快点！哎！赢噶，我都好。呢啲咧就好唔好彩啊！唔知道点解，咁呢度会点火？
只要我攞齐晒啲石咧，呢度咧系唔怕死嘅，死咗都唔会太嘥时间嘅。只要我攞齐晒啲石，我有个前提就系我一定要攞晒啲石。呢度咧唔知点解有时会打唔死嘅，好似咁似咁。呢度就系、是、都其实呢个唔系好怕嘅。呢度有只四哥啦，好憎人哋喺度踩踩笪地，踩到啪啪声嘅，有地毡又点啊咁样嗰啲。系死个，哎濑嘢、哎。我呢度一定要逼住走翻去。呢、這个系唔 miss 嘅，如果不死不活咧，我 miss 咗呢只咧，我就 GG 啦，冇得打啦。成只 game 可以 reset 噶，基本上。死哇！我有啲牛底啊，又唔齐嘢喎，好似。慢咗啊！死，有机会俾人打停啊！呢度。呢度要好小心。好，非常之好。我头先企个位系好重要嘅。头先个位好彩我企得啱啱好，咁可以四下挥。如果唔系咧，会有可能打到个墙咧，会令我唔可以四下 KO 佢嘅。咁呢度咧要食个光虫。呢、這个跌法咧系我自己跌开嘅跌法嚟嘅，咁有啲人唔系用我呢个跌法嘅，就快啲嘅，但我觉得呢个安全啲嘅，即系嗰啲人嗰啲企位咧，我可以控制得好少少，所以我用呢个跌法。即系入去点解要靠左都系，因为嗰啲敌人喺右边，你喺右边就会俾人打断。呢、這个首先打一隻之后趁后。咁都中到啊！所以你话嗰啲判定超一恶，而家引佢放 laser 啦 ，laser 已经。一下打唔中，会 one shot 噶，其实所以好啦，小心啦。快啲啦！好啦，很真嘅，有时候咧，嗰啲蜘蛛咧会。俾人 one shot， 所以小心啲。快啲，快啲，快啲！得。come on！ 啊，今次系打得超差，我有几次都系喺个
喺个虫之嘅效果未消失之前咧，就搞掂佢啦。哇！呢个系嗱，你阿喷啦，唔该。差唔多咧，嗰啲蜘蛛又会翻山嘅蜘蛛仔。爭兩嘢嘅啫，爭一下啫，搞掂。頭先啊，如果打唔死佢，就俾佢打啦。記住，不一定要忘記嗰個偉大靈魂，攞咗個偉大靈魂先可以開到洞。两hit死之后攞完之后即刻用羽毛，因为呢有可能嗰啲蜘蛛会跟住嚟，蜘蛛仔。OK， 呢一只系蜘蛛系第一只四物嚟嘅，咁打完第一只四物咧，第二只咧就应该要去第二只应该要去遗忘囚笼嘅，因为遗忘囚笼咧会攞到一个盾，个盾可以将。嗰啲能源將得快啲嘅，咁咧而家開始咧就唔使慳住啲錢啊，因為係第一 round 翻嚟漁物咧先要慳少啲錢嘅，而家咧基本上係用唔曬嘅啲錢。OK， 非常之好。咁之後咧就去遺忘囚籠。理論上咧就唔使拍光蟲嘅打三機油，就比呢、這個不死不火咧係易啲嘅。喺呢一拍不死不火難在level 一咧喺熔鐵城就。同埋阿喇嘛祭壇咧，都係比 level 1 2啊。但係咧，好最好嘅。點解要翻去引一引佢咧？如果唔係，佢會入埋去嘅。咁入去呢度咧，就係最危險嘅，因為佢可以 one shot 嚟嘅 level 1。呢度咧就非常之危險，有機會會死埋嘅呢度。引出啲咯嚇，引出啲會好啲。咁呢度有機會俾佢打停嘅都，所以小心啲啊。好彩呢一下冇。點解我要打死呢只咧？係我要呢個人像。其实可以不需要人像都得噶，完全好。应该五下到，如果计埋 counter 咧，五下到就打死呢只噶，所以都系要视乎佢嘅 RNG 点样安排啦。赢啦 ，OK 好。呢度有啲問題，死咗賴嘢賴嘢，打錯啦，打錯啦，好嘅，呢只。得掂，赢咗。有啲慢咗啊呢度。之后呢遗忘的罪人呢其实只有一 tick 㗎啫。
你一踢彈唔死咧，就要慢好多嘅。我必須要講就係呢樣嘢。循例上要拍个灵魂咧，悭翻啲时间。好危险呢度，头先嗰位。好，啱啱好。呢度着咗光虫系着数好多嘅。跟住来呢个四面守卫咧，非常之 random 嘅，有时候佢可以。好，呢个系最好嘅呢、這个。只要佢令到你慢咗落嚟咧，之后你就会好啦 ，ogle。嗱，呢度都系有个 cancel 喺度。好，呢度我有啲问题啊。好，非常之好，近乎完美啊！咁跟住嚟咧，就要翻翻上去啦。都系嗰两样嘢啦，就系、是。买光虫，买埋人像。OK， 之后就系、是落废渊，落废渊咧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你一定要系人啦，第二咧一定要系满能源啦，第三咧你身上面一样嘢都唔可以有嘅，除咗只妈妈戒指之外。Satisfied? I'll be around. 好，然后咧
另外一个条件咧，就系你一定要喺呢个位行超细步落去，啱啱好死唔好。跟住嚟呢度可以执一执呢个嘢，因为咧你要等佢你嗰啲体力回复。呢度有时 baby lock 噶喎，所以咧就小心啲。虽然我都唔知 baby lock 呢个系咩一样嘢。咁呢度咧可以翻翻晒啲嘢啦，因为慎防你一啱唔记得咗啊。由于咧我哋已经升咗一个咩咧，所以我哋系唔需要你。嗰只结晶石嘅，因为我系唔在乎嗰样嘢。呢度咧一个碌法系有啲咁样咧，就完全一滴都唔会扣嘅，系而且系最快嘅。我所知啊，咁跟住嚟咧，我哋会点点个型号，因为咧有全只 game 其中一个唔可以 miss 嘅跳咯，如果是不死不活的话不可以 miss 的，总共有两个 jump 不可以 miss 的，不死不活。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用铁绳，还有用铁绳基本上一定要用那个办法，如果不是是过不了的。好，来了 baby jump。Baby lock 咧係我自己發明嘅，就有時候唔知點解 lock 嗰個距離會變短嘅佢。但係由於 lock 呢樣嘢唔係成日用咧，係淨係得我先會用嘅，人哋用其他辦法去避免 lock 呢樣控制距離噶嘛。咁啊，淨係得我先會用 lock 嚟計距離嘅時候咧，所以其他人係唔會發現到原來除咗 baby jump 咧，仲有 baby lock 呢樣嘢。好，冇 baby jump 啦呢下。同埋我發現我自己係特別容易出現 baby jump。好，完美，冇得解嘅，暫時啲人話係 FPS 嘅問題，即係原本佢隻 game 係寫俾30 FPS 嘅，咁但係咧電腦版就60 FPS 啊。啲人咁樣解釋啦嚇，咁啊變咗你咁啱喺佢本身唔係嗰格嚟撳咗個跳咧，佢就會啲人咁解嘅咋嚇，我唔知係咪堅啊？你咁啱喺佢唔係佢唔認你為你嗰格咧，最有機會咧令到你個角色傾前。即系计咗之后嗰格嗰个位置，咁有机会会导致一个速度减慢咗，甚至个个起跳距离根本就唔系嗰一个嚟咯。我唔知道我解释到到唔到俾大家知啊？喂、哎，用错嘢，死！啊！嘥咗个光虫添，仲啊！
又系咁。嗱，我想话咧呢招咧，其实系我最唔想出现嘅招嚟嘅。理论上咧，如果你睇所有人嘅 RTA 咧，佢都唔会出现呢招嘅。又系。喂，好拉黑喎、啊！然后呢，哇，好黑啊！咩事啊？喂，咩事啊？我狂系。出埋呢，又系呢招，黐线嘅。呢度其实有啲，再见。哦，我嘥咗两个光虫喺呢一只 boss， 黐线。剛才的招三下斬呢，其實在任何一個 speedrunner 的所有 run 呢，都是超低機率出的，但我剛才他是狂出，黐線的。哎，忘記了買阿姐，這個浪費了一分鐘。還有只有我真的這樣，我見人家的全部都不會這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这个 game 是这样的。究竟发生什么事？这里慢了十分钟了，可能 total。我同埋發現我用鐵城咧，我永遠冇辦法可以做到人哋嘅 RNG 嘅，我個 random 咧一定係最差嘅 combination 嚟嘅，我唔知點解，
嗱，有时佢又唔会挡门口嘅。当我以为佢唔挡门口嘅时候咧，佢就挡门口啊！黐线，呢度咧无端有一只嘢，唔知点解啊，会 spawn 咗嘅。黐线！地下有隻趴咗喺度嗰个唔系死尸嘅，要打咗佢先。因为如果唔系，佢棘住你嘅，唔走嘅位置。哦，就系咁嘅意思。呢度要储足气充，如果唔系咧会俾个人挡住嘅，一定要快过佢跌落嚟。之后跟住呢一战咧都系好 random 嘅，要视乎，其实理论上就好快嘅，要视乎几样嘢，佢啲敌人嘅走位，因为我而家加十咧两下死噶啦。而卒仔咧就一下死，咁咧呢度要尽量控制嗰啲人唔好真系走。嗱，佢唔知点解系要真系走啊！黐线，咁咧我而家呢个系最差嘅 spawn 嘅方法啦，佢。争几多只？冇晒 ，OK 好，都系两下死嘅。喂，黐线！理论上咧，佢如果直接见唔到我，佢唔会咁样掟。佢抛埋线抛入嚟，即系好乸高涨。我呢度唔得啊，正面唔到啊 ，sorry。黐线，同埋呢人好唔 aggressive 咧，我就玩死噶啦。因为咧，佢哋有无敌时间嘅。如果佢哋出盾嘅话，呢个系超级唔好彩。好，系啊，头先嗰只怪系会跑得好快的。理论上咧，我呢度应该要拍灵魂去悭时间，但系问题系，我之后觉得自己会好容易死嘅，因为假如 RNG 出现什么问题咧，我就死得好容易啊。
所以我決定呢度咧冇我想我呢度慢咗真係十分鐘咯，實實。跟住落嚟係高危嘅，因為咧會有敵人可以 one shot 你。一遇到咁嘅情況咧，就盡量。呢個純粹我的經驗嚟啊，冇人會咁玩嘅。即系冇人会冇人会咁玩嘅，即系不过我自己嘅少少嘅觉得咁样做会安全啲，所以咧我就会成功。呢度就超容易俾人 one shot。佢呢啲咧攻擊力係好 random 嘅，有時候一下死嘅，你會俾人。呢度我唔點啦。嗱，呢度都係唔知點解咧，會有時候會 one shot。呢度我發現咧，呢只敵人係好 random 嘅，係。有時會擋曬條路嘅，倒不如咧，我就當佢本身會擋住我條路先。呢度要打一等，呢個係人人都會咁做。咁跟住落嚟，人人做法唔同，上黃金蟲之人做法，有啲係冇冇門外面上定，有啲人咧入到去先上，我就係入到去先上，但係會嘥咗一個攻擊機會。嗱，呢度咧好明显个判定有问题啊！我唔喺佢攻击嗰只手咧，但系照见唔见到啊？佢嘅手未喺度咧，我已经俾佢攻击啦。哇哇哇！我建议呢度睇一头先。呢度做嘅系冲啦，又系要睇 RNG 啦。如果你顺利嘅话咧，系会完全冇问题嘅。呢度有问题啊！黐线啊！黐线啊！我两下杀唔死佢。冇可能两下杀唔死啊！我呢个加十嚟嘅，黐线！我呢度就系话嗰啲 RNG 啦吓，唔知道点解嘅，有时候系会咁样。心機都冇埋，真係老老實實，
好乸有問題啊！呢啲係我先撞到嘅，你見下其他人全部兩下死嘅。啊！黐線！我之前都係兩下死嘅，但我唔知點解。黐线！我又要用多个人性啊！嗱，头先我两下死嘅，好吊鬼啊！咁咧，跟住嚟呢度咧，等一只嘢嚟，之后佢会通常跳起嘅，系啦，忍咗佢先，因为佢系全只 game 最快嘅，即系我呢度最快嘅人啊，玩手可以追到我，所以我呢度要。系啊，快啲啦！几时断咗未噶？好，跟住系全只 game 第一个会卡关，只要佢 RNG 唔好咧，我就卡关卡到2046噶啦呢度。技術是完全彌補不到一陣間的惡運的。阿蘭買祭壇都起碼可以用技術彌補，舊啲走位可以走得好。呢度咧係冇嘅，因為敵人的攻擊係無色係 random 嘅，佢有啲好快嘅攻擊，有啲咧就 delay 嘅攻擊。我呢度所以会选择打嘅，有啲人会唔打都冇问题嘅，但我次次唔打咧都开唔到之后嗰道门。剑斗士雪轮啦，亦都系最好嘅NPC 啊，仲有一个叫做卖武器的丹尼斯，嗰个系。好，冇 baby jump，OK，冇 baby jump 过得嚟呢度咧就稳阵少少咯，但系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跟住落嚟咧嗰个情况会好啊恶劣嘅。唔好射我，嗱呢个就系我最唔想遇到嘅嘢。嗱，呢敵人唔喐咧，我係話冇佢符㗎。
头先嗰啲敌人完全唔喐咧，我系冇佢符噶，逼住搏一搏佢。呢度有少少唔好彩啊！其实系唔好彩嘅，佢出嗰招咧系好难打嘅。呢度有啲混仔。純粹是令到啲敵人數量減少啫，呢個好，暫時都冇問題。之後跟之後呢度唔好中箭就贏噶啦。后面会有啲敌人跟住我嘅，我呢度真系要好呢一只咧，就尽量系啊打嘢。估唔到呢度变咗大屠杀吓，跟住落嚟咧，我理论上唔上去咧，可以悭翻大概一分钟嘅时间。但系我决定上一上去，保险啲，买个保险。来回大概要一分钟。這裡呢度塔边企咧，佢系唔会整到你嘅，所以唔需要太担心。纯粹系保险嘅啫，可以完全唔使嘢嘅。因为呢度系我谂系全只 game 最难嘅地方嚟噶啦。如果你 level 一百几，我今次有少少晕啦。有晕嘅地方就系头先咧，有一只其实系唔好彩嘅，嗰一只咧唔肯追我。但系咧，佢唔追我，亦都之后我开门嘅时候，佢都冇打我，所以算系好彩嘅，好彩定唔好彩，视乎你点睇。非常之好啊！过黄金虫之数目控制得非常恰当嘅，仲有三粒值。咁咧，因為頭先有劍士雪輪咧，我用唔到光蟲，要等到入到嚟先可以光蟲。咁咧，理論上咧，我喺呢個位咧，佢就會唔會用噴火嘅。最後都係用。死得！又系咁，得，今次比较好啊。遲了十分钟左右，理论上应该一个钟左右就可以打完四物的了。咁咧，我就再买多一次光虫，呢次就是我最
最后一次买嘅啦，光虫应该。但我头先用多咗光虫。眼炎。眼炎。啊。咁咧，去奇路遗迹。原因咧係頭先 RNG 係比較好嘅，算係因為佢我会买晒所有所有黄金虫子嘅呢度。喂先，我坐一坐先，慎防我冇唔当我有坐火。呢度有少少錯錯地做咗個行為。Well. 好 ，sorry 啊。唔需要用引誘。头盖骨噶啦，而家整走佢，呢个都唔使。咁咧，剩翻补充道具同埋我必须要用嘅嘢。羽毛其实系仲有一个机会可以用嘅，唔系一个机会两个啦。有機會咧，佢會喺道門之前追到你嘅，但係又係好低機率啦。但係我之前試過，跟住落嚟咧就係、是最好就上一上黃金蟲子嘅。要开门咧，嗰两只嘢系好 random 嘅。呢度有个人像，人像系保险嚟嘅。阿南啊，正行嘅时候可能要大量需要，如果我过唔到咧，就可能要大量需要。同埋我阿南啊，正行，我预咗一只光虫俾佢噶啦。追上嚟啊！哦，真系唔识听中文。基本上我呢度唔中北咧，应该都十拿九稳嘅。咁咧，只要行近佢，佢就会自动攞剑噶啦。所以咧，一定要搞掂，搞掂一只。搞掂兩隻，呢度個時間係超級長。開門啦，唔該，好嗎？
呢度咧要有啲云，好，叫佢打唔到你。跟住都系啦，呢度点定火系为咗将来嘅铺路啦，因为我哋会去到皇城嘅临尾。Sorry 啊，我唔小心攞咗啲嘢咧，我决定啊，其实我放唔放都冇所谓。OK， 之后咧就引住佢。呢度咧，中意攞嘅可以攞，就系俾最后大佬用嘅古老辉力石。呢度要攞个蘑菇，伊利莎白的秘人，系阿拉玛祭坛嘅时候用到的。呢度会超危险，我话你知。呢度系超危险嘅。有机会入唔到道门咧，就拜拜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要准备箭啦。哇哇！上定先，即刻要射去上面，射上面嗰个，再换翻。黐线，呢度好明显系唔好彩啦。佢用个招有两下，因为，唉，赢咗啦！喂 ！No！ 再见。
呢度咧又要睇 RNG 啦。佢睇下佢同时间，佢只要一只一只咁入嚟咧，我就赢噶啦呢个。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一只一只嚟，一只一只嚟嘅意思系咩？佢如果两只一齐嚟咧，我一定俾佢死嘅。同埋我一定要两下打死佢咯。搞掂，赢啦！好，搞掂。嗱，黐线又去追到埋嚟，边有得打啊？希望唔好有个石像鬼。啱啱好啦，应该我记错 ，yes。阿喇嘛祭坛先是今次呢个 run 嘅最大敌人，过到咧成日 game 就唔难玩嘅啦，同埋嗰个叫咩咯，最后大佬咯，王座咯。希望可以一下过啦，镜子骑士。如果佢嗰啲招RNG 好嘅话咧，系唔难嘅镜子骑士。不过一定要佢 RNG 系最好嗰啲先得。鬼剑是最好的，黐线！哎呀，要斩一份。是不是在这边好像是 yes 阿喇嘛祭坛到了终极大佬的位置了，终极大佬阿喇嘛祭坛
呆咗一下，因为有啲尿急啦，其实。好想屙尿尿。哦，忍多大半个钟啦。系濑嘢啊！呢、這个编排敌人嘅配置系最乸恐怖嘅。好，三隻都黐埋一齐嚟嘅。死火啦！死火！最乸恐怖呢度，三隻跟住我啦，佢。Yes， 我如果呢度死咗去玩手仲好啲，跟住落嚟咧呢度真系死咗。好啦，急尿啊！集中少少先。头先嗰个好明显系集中唔到啦吓，头先。呢度要后面要闪得好好 ，yes， 俾人知道。呢度有啲问题，唉，喂，好有问题喎、啊，大哥。我就话呢啲走位啦，虽然有啲人觉得系好容易啫嘛，你试下走俾我睇啦，快啲嗰啲人。怀疑嗰啲人自己走俾我睇啊，吓好唔好？打嘢，哎喂，佢跳咗。喂 ，sorry 啊，我尿先，sorry 啊，我尿先，
喂，系啊，唔好开麦啊！我头先屙尿屙咗分半钟，然后冇开声都分半钟。喂，等下拍人档啊！要四下嘅原本，然后咧，我呢度真系豁出去啦。豁出嚟啦！呢度咧，首先要引一只同佢直抽先嘅，系，唔该。好重要啊！頭先嗰下其實，我以為搞掂，贏啊！多謝。搞掂，唉，完成，level 1都仲唔拖马咁车啊？level 1先要拖马喎，我觉得。我唔拖馬係因為我想快啫喎。大家唔好搞錯喎，搞錯咗件事喎，成件事搞錯曬喎。奇異的金菠蘿，哇！扑你个啊！扑你个啊！只要佢唔系扑前咧，我就有绝对优势啦。呢下系最唔好嘅，一系因为嘥时间。佢冲前系最唔好嘅，老老实实呢下都系。我头先讲过啦，呢下系最唔好嘅，佢奈何就连用两次，黐线。仲有一个前重击咧，都系唔好嘅。我就话呢、這个佢用埋，多谢。睇嚟我真系行运超人啊！再见。我就系咧，我最怕好似 Lewis 嗰啲观众啊，佢以为佢自己好劲咁样话。我想话咧 ，level 一爆机咧，就算七周目咧都系二嘅倾向。你只要有时间就得啦。问题系你点样可以短时间做到？短时间做到，你可以完全唔知道任何 speed run 任何嘅嘅所有嘢，你都可以做到一 level 一爆机，绝对唔难嘅。
哎呀，屌，原来单手啫。我所以亦都系点解我会今次会解释得咁详尽，我呢个位置做紧啲咩啦？因为咧，因为有啲细节位置可能大家唔系太清楚。同埋呢度点解我要带箭啊？吓，大家如果知道嘅朋友就知，唔知道嘅朋友咧就系唔知嘅。呢度系有啲非常之特别嘅小技巧嘅。摆嘢啦，我特别小技巧做唔到添。忍咗过咧，佢之后就会即刻嬲噶啦。你只要揼到一场，咁咧佢会即刻走嘅。平时会喺度挡住好耐嘅。唉，死啦！呢次结啦。因为我唔小心 trigger 咗呢个丧失者入侵咧，变咗咧我要。我而家好牛仔啊！丧失者大家知道是低机率入侵，多谢多谢你令到我成件事完全是成件事错晒啦，多谢你我。Shit！ 系点啊？快啲啦，就入到嚟啦！黐线啊！好，呢度我直接打大陆啦。原本我谂住仲谂住同佢玩一下一啲。好嘢嘅，不过但系唔得啦，唔可以用嚟做嘅。呢度系易咗嘅，老老实实，因为系龙骑兵啊。嗱、啊，呢下错得好紧要个判定，黐线嘅。黐线啊，系错咗个判定，佢向前打。仲要佢狂后跳，呢下真系冇得停。打嘢啦！
主要喺呢个咁嘅位置去出呢招，可唔可以？喂！我唔夠你鬥啊！老老實實，佢再明我再暗，出啊 ！Yes， 我而家冇光蟲嘅喎 ，sorry。真系打快啲喎！唔系啊，而家冇光蟲噶，头先可以食咗一下。唔系啊 ，Louis 想串我，佢话咧，我话食光蟲系打得快啲，系好多 boss 都系食光蟲打得快啲。你认为我唔食光蟲会过唔到咩？头先耐啲啫嘛，系咯，即系好似你咁，唔通你两个钟打爆咩？你话我唔想拗啊！知点解我之前熄麦咧？就因为有你呢啲咁嘅观众啊！我已经指名道姓，话哇李新我乜嘢都打我，根本就系你抬高自己。你有冇发现你讲每一句嘢都谂住点样抬高自己噶？你唔觉得？我唔知啊，我因为觉得你可能系小学未毕业嘅，老老实实，系嘛？就啱啱出嚟做嘢啊，一系你就做保险嘅，只有呢一两类人先会讲呢啲嘢嘅，其实老老实实。呢度咧，我做咗一个非常之嘥时间嘅行为，但系有用嘅，打最后大佬先有用。呢度要买嘢啊，用晒啲钱去。其实我可以回去阿玛祭坛，不是鱼物的，但我这里选择不回了。这个会有超低机率呢，它是会打到你的，它会走得很快之后打你的。幸好这里没有出现有什么情况。这里可以这里有一点叫做唔记得了展示王者证明的。你就算个盾未你是用不到的盾呢，但它都可以 parry。
好啦，呢度呢度誒，現在之人呢度誒改咗行呢度會誒好啲嘅。死火！我 feel 到會死一次呢度，雖然難死啊，看守龍好似係啊，呢度戴咗個頭盔先。因為我有啲薄血成分啦，呢度我希望唔好咁易死啦。好，好，好，第一下就飛走咗，恭喜曬！呢個就係人哋話最差嘅 RNG 啦，奈何我中咗喎。好，第二個，多謝。唔好同佢讲啦，佢会觉得佢自己好叻啊！你明唔明白？好嘢，又好嘢，又飞起啦佢！哦，多谢各位收睇啊！真系呢位。喂，我重置都未用完喎，唔系用晒咯，唔好再跳啦。重置都用完喎，黐线，跳咗五次可能，短短嘅一分钟。跟住落嚟又系最一个比较难少少嘅地方，龙祭坛有机会死一次。最紧要系开门嗰个一 part 比较难，同埋有一度有三隻龙嘅守护者嘅地方，嗰度咧佢会挡住道门嘅。因为我无端端咁有手尾，我真系唔知做噶。不过 anyway， 绿衣姐姐已经俾我杀咗啦，所以咧呢度唔会出现佢嘅。Yes。喺原作智能版咧，系少咗一个baby jump 嘅经律位嘅，就系呢个位咧。因为而家嗰条梯系落咗嚟嘅。之前是这个梯没落到来呢之前这个位置没落到来呢，它会变成是要跳一个很准的一个跳法。如果有看过 Speedrun 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我讲的一个跳法。但是现在这里改了，是令你可以直接 skip 的。呢度又我话电梯系冇错，我谂系因为个 engine 本身有啲事。呢度点解我要补翻能源呢？理论上唔使嘅，
但系由于咧之后我都会惊俾人打，之后佢开始会打我啦。哎呀，哇，好未完已经，我会死一次啦，不如我咧话自己。而家咧会有好多只嘢追紧我嘅，所以咧系好啦危险嘅。呢度要避完呢个即刻得。得掂，好，过埋呢度就完成。唔想嘈啊 ，Ada 嗰啲唔系啊 ，Ada 唔好啊，对 Ada 唔好咩？对 Ada 仲好，不过我唔想嘈。嗱，呢度有，其实有三只噶，系啊，我嚟啦。多谢，开唔开心啊？呢度我就话呢三只啦，系成只 game 最难嘅，应该话 RNG 咯，要佢有时候会好好嘅，嗰三只咧唔系点理你嘅，但系而家好明显佢跳斩咧，跳斩因为个 tracking 劲啲嘅，跳斩个 tracking 劲咧，所以就变咗我碌唔到啊！大家知道咩叫 tracking 啊嘛，即系佢会有追尾能力嘅，系电脑先有嘅。玩家角色系冇嘅。唔想嘈啊！对 Ada 唔好，对 Ada 仲好。佢只要我好唔好唔叫做嗱，如果真系唔得咧，我真系真系同佢直抽。不过我系零容错率嘅呢个直抽系嚟啦，掂掂赢咗啦！嗱，呢个就系好嘅 RNG 啦。我头先话嗰个 RNG， 大家系咪睇落好似冇乜分别？但系其实好大分别嘅。大家睇落好似冇乜分别啦，但其实个分别系好大。我已经示范到个分别有几大啦。佢跳斩系第一，佢会攞咗你佢前面嘅一条路嘅，所以咧佢会就算佢人唔喺度咧，佢会袭咗你先嘅。然后第二咧，佢追尾能力劲，头先有两只同时间用啊。咁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巨人陨落之心啊，打埋巨人陨落之心就系打。渴望王座，亦都系老老实实系比较难嘅一个地方嚟嘅。等先，最好一阵唔好有丧失者入侵，有丧失者入侵咧就系我又系唔好彩啦呢把。好，冇丧失者入侵系最好嘅。掂，都掂啦。哎呀，我翻去买光虫。跟住落嚟又系要好，一定要好个 RNG 一定要好，如果唔系咧就。个 RNG 要非常之好，唔系噶，佢系咁样噶。如果就算系世界纪录保持者嚟玩咧，佢都话，如果嗰个人玩 speed run 咧，佢话你又唔系 all bosses， 有咩好、啊，有咩劲、啊，
然后 Obosus 就话你都唔系 level 一，有咩劲喎？之后佢就会离身啦，同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就同佢讲离身，系个 loop 嚟噶，你冇得破除佢啊！嗰啲谂嘢奇奇怪怪嘅。我唔知道点样可以。冇噶啦，总之佢会之后咧，人哋做完嗰样嘢，佢会谂到一个啊难过你少少嘅，然后佢又离身咧，佢咁，咁我唔明佢想点嘅其实。我等佢爆埋咧，我又冲埋去啦。就算我是世界紀錄保持者，你都是會這樣說的。我即是說說的東西呢，其實是不會因為你是誰而不同的。如果會是你是因為我是世界紀錄保持者，所以你說的東西不同呢，那是你的問題了。我想說真的不想吵啲人。你对 Ada 冇咩？我真的对 Ada 挺好的。冇，呢度唔好问我点解要翻鱼物啦。唔系，我唔话最难，我话 Torch One 难过 level 一爆机。而我而家呢个玩就系证实紧汤卓温系易过 level 一爆机。我冇话汤卓温最难喎，条裤好似长咗难睇咗。然后，总之呢条友讲嘢咧，佢系无论因为咧我摆 YouTube， 大家唔知道嘅，有一位叫做 Louis。underscore ch， 佢会每一句讲完之后话又点、啊，你又怎样打又点、啊，然后咧后边仲话离身我 level 一爆机，离身乜乜乜嘅，慎防大家如果我放 YouTube 嘅时候唔知道我点解突然间咁怒气。总共要有光虫好，同埋伊丽莎白的秘药可唔可以叠加噶？我想问一下，好似会取消嘅，互相 cancel 系嘛？有冇人可以 confirm 到？有冇人可以试过？唔系，有冇人可以答到我啊？不是，问题是狂 loop 是同一样东西、啊，你有没有发现、啊，我每次直播呢他 loop 四次说离身自己 level 一爆机，离身什么叉叉，然后说 你又怎么用汤爵，蛤什么汤爵啊，不是 level 一的，这样啦，即是好像讲到自己 level 一，我那时候所以才说汤爵难打个 level 一的，而这个是事实啊，大家都知道了。Oh, very good. 又是有些 RNG 啊。通常呢第一下在他面前呢那一下他会 miss 了的，但是我中了。这里看来都要
2048啦，去到杜拿雙卓就唔需要光蟲都可以完美。然後話：哇，點解俾人三下 KO 咩咩咩？就係話 speedrun 打法同正常打法唔同嘅。speedrun 打法會搏佢頭一下會 miss 咗，所以我先衝埋去，乜嘢都唔做。而正常打法咧係唔會衝埋去，乜嘢都唔做嘅。好啦，我費事有啲人話：哇，哈哈哈，三下死。你睇下佢，佢系撩交嗌嘅，不如我 block 咗呢条友咯，叫佢开个新 account， 好唔好啊？我唔 block 啦，我去选择打守护者先。因为守护者血厚啲嘅，佢两个都唔打算打我咁样，我真的以为这个假 account 嚟嘅，佢个人咁样嘅时候，因为你用真 account 唔会讲埋呢个咩噶嘛，呢条友又认叻又成，我除咗估佢系小学生或者啱啱中学毕业之外，我谂唔到，谂唔到佢系咩人啊？点解会有人嚟我个台搞破坏嘅？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应该是真名嚟噶，我估。哎呀，我有啲戆居喎。我食咗个好早食定个哎奶嘢，呢啲就系差嘅 RNG 啊！即系喺我打紧佢嘅时候就会，系啊嗱，我就系讲紧呢一下 miss 啊！可能唔知道嘅人会唔知道点解我头先第一次打佢嘅时候，佢会有。佢会有机会呢，其实都几大机会嘅。如果你系，好似真系会取消咗精虫，精虫嘅咁样讲，精咩添？光虫效果。
好啦，牛底喎，睇嚟真係卡喎。我睇下啦，如果係我可能召人啦。睇下點。唔係啊，問題係咧，如果我打咗白色咧，佢哋會互相復活噶。佢會互相復活噶。咁咧，所以我一定要兩個人都削弱到某一個程度先。非常之好，慢慢嚟啦。呢個真係要好 RNG， 要非常之嗱，呢個咪唔好咯。呢、這个咪唔好咯，我就话，即系一只打完，另外一只即刻打，啊！咪住先，我 block 咗条友先 ，sorry， 佢真系。我同埋我冇讲过话召唤人系仲难 ，ban 咗佢先，得 ，OK。我冇讲过召唤人仲难，佢头先嗰句就话东东话召唤人咪仲难，我冇话，我话 speed run 点解唔召人啊？因为会慢咗。ban 咗啦条友，而家佢讲唔到嘢啦，都好嘅，等我可以怒气一下。开个 account 唔系好耐噶咋，得我教埋你。如果系我系你咧，我会我会开个一个 account 入到嚟，之后再离身多一次，话自己咧 level 100机 ，NG 七。Plus level 一，赤手空拳，冇用光重，冇召人，冇用毒啊！可以集中少少啦，而家。你打佢，一系就两个人一齐攻击，哎。见唔见到啊？哎呀，冇用手掣劲啲，用 keyboard。其实都，我想话呢个人佢咪话有个师傅嘅，佢之前都好似有嚟过搞破坏喎。
会唔会其实同一个人嚟啊？会唔会系同一个人嚟噶？即系一人分析，一人分析。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啊？我仲有嗰段片嘅证据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开台开到要入人哋个台搞破坏啊、挑机咁样咧，即系好拉手格。但系又咩嘅话，自己高登仔喎，真系。唔系想呢只打我嘅时候，嗱、啊，你话唔系夹埋，真系我打死都唔顺啊！点解会咁奇怪嘅？一系就两只都唔打，一系就两只打。喂，真系嘅，我唔系讲紧笑，真系有呢咁嘅事。嗱，一系就后面嗰只打，前面嗰只唔打，然后我一打咧，前面嗰只又打我。喂，可唔可以 RNG 好啲啊？但系好耐冇嚟过啦。佢有一次咧，类似嗰阵时玩 Dark Souls 一，咁咧有朋友咧就问嘢嘅，问大概故事系点啊，嗰啲 character 啊。之后咧有条友就喺度猛咁问：，哇，点解地下有嚿石噶？哇，点解个黑骑士会喺度噶？哇，点点点点？但系问题系咧，我又解释到啊。然后咧，佢又继续问啦。之后越问啲嘢咧，越无聊嘅。然后话：哎呀，呢度呢个同咩故事有冇关系啊？咁样。之后我开始觉得系假交啦。然后我就话：你系咪假交嚟噶？咁我讲完呢一句之后咧，佢就话：吓乜你话我假交啊？我以后唔睇你咯。咁样嗰啲咧，之后就无端端佢个有个徒弟出现咗咯。我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嚟噶。又系咁啊！黐线，点打啊？我一有任何可以打得嘅时间咧，就两只一齐嚟噶。然后咧，我唔打得嘅时间咧，两只都唔喐嘅。好开心咯、啊，我好满意呢种。我已经惯咗啦，我已经惯咗啦。死啦！三个钟唔知完唔完到啊！呢度真系我建议咁嘅，一系咧，某君，一系咧你就去高登唱衰我啦吓。啊
好懒咩噶嘛，赌得自豪噶，我唔知点解有啲人咧会，喂高登仔好乸自豪，徒手绑冰博一米一百零，会考三十分，好乸自豪。我召人嘅话，会唔会大家要开？我要开记者招待会。你睇，一系就两个都唔打，然后两个一齐打，睇准咗你个心肝脾肺肾啊！睇中咗你个心肝脾肺肾，我都唔明白啊！但我唔打得噶，一打佢就会打我啦。好啦，出奇噶佢哋两个，食咗 Kina 出奇蛋咁噶，一个打我咧，另外一个又打我噶咯喎。啊 ，Kina 出奇蛋，好啦，出奇。慢慢嚟啦。喂，大佬啊，唔好盲到咁好唔好啊？我点打啊？咁样可以？我睇嚟要，哇！喂，呢个今次真系校整咖喱啊！喂喂，死！挂住睇留言咧。高登仔，系啊！哎呀，死火啦！挂住，我头先挂住睇留言碌走咗。好啦，终于可以赖睇留言啦。我仲有五粒嘟虫，但系我会俾人耻笑如果用嘟虫。超离身 level 一。乜 Q 都冇，机都冇开爆有几？然后佢又咩嘅？佢话唔系啊，东东咁样讲嘅。佢话最难打嘅汤卓，我唔系话汤卓最难打，话汤卓难打我 level 一。佢睇嚟咧系连理解人文字嘅能力咧都有问题。sorry 啊，如果对唔住啊，如果你继续睇紧咧，一定会觉得好兴嘅，因为咧你俾我 block 咗我建议你唔好睇我，一系又开个新 account 嚟继续骂战。我保证，如果只要你喺个新 account 后边加个二字，第二个我有一个月我都唔会 block 你，唔会 block 你，我会任得你喺度畅所欲言一个月啊。我一个月喺度俾你任发言，好冇？好啦，好冇啊？大家应承大家，佢好冇先？如果你够胆喺你个名字后面加个二嚟我台留言咧，我会有一个月宽免期。我仲要特登喺 Facebook 出个 post 系专写你个名添，我会加表扬你。咁可能我讲错噶嘛？咁我 block 咗佢，我。剝奪咗佢留言嘅機會係我唔啱嘅，某程度上係咪？其實可能佢有道理，冇道理嗰個係我。唔好啊！
系啊，但系佢唔得噶，唔可以啊，佢有光从洁癖。系啊，佢就系唔知点解系要话我咯，我真系唔系好知道点解啊，人人都用噶。唔系啊，你睇全部 speedrun 都有用嘅，全部 speedrun 都用光从，超离身 level 一冇 speedrun，冇 speedrun，冇光从。sorry 啊，我知错，可能其实系我错嘅。哎呀，我希望你唔好睇啊，Louis。哎呀，死开埋名啦，我头先开咗啦，死妈变咗吹水呢边啊！我希望你唔好睇啊，你会觉得好难堪啊，你又讲唔到嘢。sorry 啊，我搵机会解翻 block 你啦，但系我强烈建议咧你我强烈建议你咧开个新 account 之后喺后边加个二字，我会升你做 VIP 我台。你只要你做得出咧，我就会升你做 VIP 啊！我会每一日开台咧，第一个会问你食咗饭未啊，身体点啊，好唔好？VIP 计划。sorry 啊，呢个人真系唔好意思啊，系我错嘅，我开始觉得有啲内疚，其实可能系我错。好，唔好啊！该范阿德做嘢，范阿德棘住咗啊！Sorry 啊，我会补翻 level 一，冇召人嘅，我会喺我 level 男人的浪漫嗰度补翻俾大家睇。喂，一系就两个打晒我嘅，咁公平咩？范洛德，喂，范洛德做嘢啊，唔该，范洛德啊，啊，佢哋系咁样嘅，两个人一齐打喎，死得，超，黐线啊！唔系啊，吴小军，我觉得系咩啫？系啦，佢讲错嘢，佢知道错嘅。呢、這个人唔知自己错，哎，死火啦！好悠闲咁样。喂，大家有冇发现我啲 RNG 好乸失败啊？唔系啊，问题。佢哋会两个人同时打范洛特，之后两个人同时打我，咁公平咩？咁我召个人嚟做咩啊？喂 ，sorry 啊，呢个会 YouTube 嘅话会清减啊，都唔系，但系倾嗰啲嘢好好听，好好听喎，其实老老实实，成个世界清净晒啊！喂，好啦，我嗱嗱认真少少打埋个大佬去先啊，所有嘢。啊，得，入嚟啊，等埋你啊。
有人一个。喂，真系咁样嘅，有冇发现啊？佢哋系有啲事啊！呢两条友，好啦，文实噶，话唔听喎，话话话，以为阴到我，想偷我鸡，喂！想偷我鸡喎，佢真系喂，哇！黐下线，不过佢呢个做法系最安全嘅做法。我去搞掂，完咗佢啦。喂，潮，喂，潮，Rocket Leader，sorry啊，我要食嘟嘟啊，好啦，各位，呢个 game 咧将会喺好短嘅时间内咧完成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啊！我打成半粒钟啊嘛，又净系渴望援助都。老老实实开头打得好好嘅，后半部真系争啲啦。挂住讲嘢真系，真系挂住讲嘢。搞到多嘢讲咁多，我明明开头冇乜讲嘢啊，系咪？集中少少先 ，sorry 啊，大家自己倾偈先。我会系YouTube 打，系咩嚟噶？
探到添，探到探到。探到探到探到。来呀来呀来呀 Sorry 啊，放啊，再见。2分37.56秒。